嗯，香辣炸鱿鱼，嗯，肉质可厚了。老板，你家炸鱿鱼特别好吃，给我来点吧。行，哎妈还用不了这么多，待会儿找你啊。听我给你介绍，一包是两条的，每包400克到500克。今天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哇，太多了，四包，五包就10条。 2.9还给你包邮，要怎么下单呀？下完以后我的链接去了解一下。海鲜小锅又熟了，来给老婆做了最爱吃的大爆头啊，1斤一个的啊。老婆你吃，我给咱家哥哥姐姐们介绍一下我们家生鲜套餐。脆口鱿鱼脖，每包是400克的啊，3大包。大个带黄的扇贝肉，每包是200克的啊，3大包。 还有咱家脆口不是称王肉啊，称王肉每包是250克的，2大包；还有脆口鱿鱼须，每包是250克的，2大包。再给哥哥姐姐们送2个黄金大碗包，点红心；再给哥哥姐姐们送2包花甲肉，满满这一大箱啊，只需2.9，还给你包到家，买不买没关系。给小两口点个小红心。